Ciao.你，我是菜鸟。如果你工作拿十号班是？十号班送。这里，取下龙头，拉根线，取下。呼吸就到。取下。六号扳手。取不取都可以，这个拿出来就好了。小心这个线比较高的。钢片，割掉这个线，这是个扎带，线抽出来。垃圾。好了，然后装上去的话也是这样子装上去，从下面穿上去。后面看操作就可以了，怎么装下来的，怎么装上去，就是这样子的。